我美就可以了。你美。真养眼。干嘛呢，郎总偷拍的。角度我不要。精灵伴侣基金订购的第一批智能课桌到货了，我们打算去南口村看看孩子们。刚好当做团建。那我可得去南口村，那是我老家。好。海哥，你这一套西装笔挺的去赖老家，该不会是想要去炫富的？不是，一开始我哪知道要去哪儿啊，这整得我好像格格不入一样，很尴尬。哎，不尴尬，正好给我当模特，我来调个色温。来了。哎呀，男的帅，女的美哦。哎，男的帅，女的美。我美就可以了。你美。真养眼。干嘛呢，郎总偷拍的。角度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他的照片一般我都要花好多钱买回来的那种。小朋友们好，我叫金来来，大家叫我来来老师就可以。来来老师，你们好。那位是安宇老师。安宇老师好。同学们好。那位是叶凯老师。叶凯老师好。你们好。同学们，咱们今天这节上的是绘画课。今天的主题大家就来画我。这位是邵莫离老师。邵莫离老师好。我是你们的苏老师。阳光像金子。阳光像金子。洒遍田野。洒遍田野。在接下来的几天呢，我们就会分别由这几位老师给大家上课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介绍智能课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功能，就是一按这个绿色的键呢，就可以和爸爸妈妈视频通话。因为呢，我们已经提前把大家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已经输入到这里边了，所以如果爸妈没有接的话，大家还可以按旁边这个键进行留言。有没有小朋友想试试看？我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他们都叫我大鹏。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来找一下大鹏是吧？找找看，有你妈妈的电话号码，来，你摁一下，现在连线。胖，小胖，接了，哎，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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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妈，你最近还好吗？妈妈很好。妈妈不能再跟你说了，妈妈要去送外卖去了。鹏鹏。你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啊！哎哎，等一下，大鹏，亲妈妈一下。跟妈妈说句我爱你吧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妈妈也爱你。